也是有跟到三级片的班，也是出录影带那种，然后我也没交过男朋友，所以我不知道要怎么出，我就已经出到喉咙都好干了，我已经快要干死了，不知道怎么办。结果我旁边坐在旁边的你那位同学就是这样，再多一点，再多一点，要打斗的时候，其实听起来也蛮真的好笑。好了，这谁拉头发打网球？对对对。请问各位有没有配过 A 片？有吗？没有啦，不完全是。有啊，有，几乎都有吧，尤其我们那个年代要配哈。那时候我才刚刚毕业，所以我进录音室的时候，其实还未经人事就对，什么都不懂，怎么去揣摩嘛？那怎么办？所以我第一次，我光看到那个画面，我就哭了。哎呦，我就跟那个领班说，看到认识的朋友，哎呦，还是看到前，就是前辈。哦，不是的，不是啊。对，我就说我没办法录，我就出来。结果后来他们就。说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道德劝说。气声呢？你就用肚子痛的声音来录就好。哦，肚子痛。肚子。可是我们用肚子痛根本不像，我们录起来真的很像肚子痛。哦。讲到这个，我就是有一次录的时候，录那个气声，录到一半，然后湘北就跟我讲说：“小娟，你在肚子痛吗？”真的觉得你，因为真的是用肚子痛的声音。因为我们那时候真的做不会。可是我们相反，我们反而是现在。录痛的声音都会被说，怎么听起来好像不太对？哎，对，哎，我之前配过那个驯龙高手，哦，然后他们要打斗，对，小哥要打斗的时候，其实听起来也蛮怪的，对不对？真的好笑。好了，这谁拉头发打网球？哦，对对对。请支援收银。就是哎，全联全联，对呀，请支援收银。常常听到这句话，对这一句嘛啊，全他们金口一开就会闹出乌龙笑话哦。真的吗？是什么笑话呢？徐哥有吗？有吗？曾经有配过那种情色片、R 片。我们不要讲说到 A 片这么露骨的啦，那种 R 片。A 片对白反而少。对呀，你说 R 片剧情情色片，它是有剧情，有了，但有剧情，对，它还是要有对白的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先就例如。情定北海什么之类的，白云歌了，是那种，因为那个是没有上院线的，对了，那个是有发行录影带，随便他演，对，那我们那时候也有配这个东西，哦，但是呢，那个时候哎，配这个东西也觉得是有点脸红心跳的，哎呦，到开始要那个戏里面的人开始要做的时候呢，男生就不用出声音了嘛，男生没有在嘛。有吧，或多或少，比较少，比较少，大部分是女生啦，因为重点在女生的声音嘛。对 ，That's right. Oh, ah, oh, yeah. 那我做了一件很不道德的事情。什么事？编完。就是那女生在出声音的时候，我会偷偷看她。叹为观止，就会觉得很奇怪。对，怎么会？出这种声音，哦，然后喵，然后女生就会你看我干嘛？你配你的吗？你看什么看？这工作当中有时候也是找这种趣味，不是这样，其实是不道德的。我刚开始跟班的时候啊，也是有跟到三级片的班，也是出录影带那种，是你同学坐在我旁边，哦，吓我一跳，因为我那时候也是刚毕业啊，然后。我也没交过男朋友，所以我不知道要怎么出，我就已经出到喉咙都好干了，我已经快要干死了，不知道怎么办。结果我旁边坐在旁边的你那位同学就是这样，再多一点，再多一点，再给我一点，我已经快撑死了，你还要再多什么？我以为他要你拍手，而且他还配过鹦鹉啊，我是排在宪哥后面。纵横两岸的，你是龙，我是鹦鹉。哎呀，你阁下是鸟王，鸟王啊！有什么鹦鹉？当时配这个为什么选中？就是有一个游戏，有一天有一个领班就跟我说：“哎，汪汪，你用手机帮我试个音，就学鹦鹉讲话啊！”我想说很好玩啊，模仿动物讲话很有趣，我就开始：“哎，你好，我是一只鹦鹉。”该不会你配的就是传说中的那一只？干毛头鸟飞过来。我们很喜欢那一只，哎，并不是，但是希望他们下次可以找我。我是一只很出名的鹦鹉。但是他那个是会压着，哎，对，伤喉咙，会磨，会磨，对，对，多少都会。结果那个公司他们在对岸也试音，在台湾也试音，然后最后他们决定
把整个 case 都拉去大陆做，所以全部用大陆的配音员配，但是他在大陆找不到一只合适的鹦鹉，哎呦，然后我们就回台湾来说，用你的声音找我去录音，我说哇塞，我是纵横两岸的一只鹦鹉，因为两岸只有选到我哎，需要你这只鹦鹉。开始录半个小时之后我就后悔了，因为我一共他话非常多，我一共要录五个小时，第一天录三个小时，第二天录两个小时，然后呢三个小时因为是游戏嘛，所以没有剧情，它是有一个假设剧情，然后每一句有一比如说就是我去买衣服有没有折扣，然后下一句就是不行帮我打八折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，这样讲三个小时，好累哦，我录到第我录到三十分钟我就后悔，我就想我是为什么要选我吗，我为什么要用这种声音试音，那没办法，有些活就是不一样的感受，嗯，因为其实我们配音员出去讲话或者是逛街，很多人都觉得哎，你的声音听起来好像好熟悉，在哪里听过，尤其是我有录一些银行的提款机，就是请插入您的卡片，请输入密码，然后就会有一些朋友，对，然后就会有一些朋友说美珍姐多一张多一张再多几张，哦，听出来是你，对，跟你对话，买衣服，对，去买衣服也是，我就说有一次看到衣服2000多块，我觉得好贵，嗯，我就问那个店员说可不可以便宜一点，他说不行，我说啊那就没办法了，他说你是哆啦 A 梦，可以可以，他说 OK 员工价750，哇，所以有的时候还可以占到一点点小便宜，真拿你没办法，就是你是哆啦 A 梦，来来交卷交卷交卷，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玩声音，然后就觉得说自己声音应该是很特别的，因为我常常在讲电话的时候人家都会回头看，然后有时候我就会那个比如说我们去便利商店啊，他们就会说哎，请那个会员的电话，然后我就直接跟他0800001234，然后就什么我从小学，对，然后也非常喜欢玩那种那个126号，请到2号柜台，谢谢。脏话这部分，其实我们配音的时候，大部分会把一些听起来好像怪怪的字避掉，就比如说鸡跟八接在一起，我们就会把它改掉，这样子，就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鸡，然后把那个字，我们就会把它改掉，对。但是我们大家一起鸡鸡吧。对，就是类似这种，就会把它改掉。但我有一次遇到一个是真的没办法改，因为它就是名词，专有名词，就是日本的那个特色片，有那个《岩神战队轰音者》，然后因为他们不是都喜欢红、黄、蓝，会接颜色，对对对。然后那一代刚好有金色，金色，所以他在变身的时候就要喊轰音金啊！哦，哇，轰音金啊！哇，对，那是金。红然后我在录的时候，我就看到，因为不是我喊，因为是男生，那是男生，不是我的台词。可是我看到我就一直笑，我就想到那个前辈就是录这一句话，一定会很好笑。对啊，会有画面。对，有有有。